这个所在是嘉义的北回归线太阳馆。你要有一个火箭，这刚美国的啊，你要一个美国火箭。哦，哎、欸，啊，这是算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无咧用的啊，要看下简介啊。好。一个火箭23度半火箭太空展，就是展览火箭的物件有20几个啦，唔知几多。啊，这就是太空美国太空总署废弃的火箭啊，也在展览的。所以这算是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无咧用的啊。哦，要有会当互咱去，会当看啦。哦，嘛袂当迄条吼，袂当入去。免当入去。的外表看外，这不是太空梭，这推进器呢。哦，外，这是哦，氢气啊。推进器，动力用在太空梭的边啊，太空梭飞起，伊就落落来啊。哦。火箭就是动力呢。要改杀起哩。泰坦2号火箭，我介绍。这算是火箭啊。哎呀，火箭啊。要把那种那个塞起来的太空梭塞起来啊，泰坦二号火箭，就有介绍，自己看一下，开电影看看啊，它里面你知道哇，想更啊想啊，你知道泰坦二号火箭有多高吗？这次展出的泰坦二号，哦呵，33公分啊哈，快，快快来，底刚看会到，啊，就刚起啊呢，暗暗嘛，起啊呢，内底空的啦，无啥，本来底燃料啊，哦，哎，去内底拢爱底燃料啊，你看第一节燃料桶，第二。氧化槽，啊，第二节就是后壁遐，史隆克燃料就是燃料伊就落落来，啊，太空梭嘛起哩啊，即第一站嘛，后壁个七站啦。所以后壁七站甲甲七站第二站敢有连做伙？连做伙啊！连的，伊只伊家用分开尔。你有看迄空正常连做伙，啊，就是用料伊就落开啊。這個甲这个连做伙，系啊，正常连做伙。啊，无你哪有可能袂去？所以伊有两节就对啊。可能第一节用了就落落来，啊换迄节佫继续冲。对，第一节先用了，即节应该会较即节先用了，落落来佫换第二节用了，再佫落落来。即节先落外。啊！伊这六块拢无受损吼。这是伊后壁第一节啦，这算第一节啊。第一站，哎呀，算第二站。好，安尼，咱入来看这個太阳馆。